奉神纳米，吃食沙土，家断兵马反都城，我今奉了君王命，取之沙陀搬救我兵。只因皇朝造反，将我之家必西岐没了，今奉神命押解之宝，取之沙陀搬兵求救。众将官有带马沙陀过去者啊，
修家灭能，摔死国舅段文从，唐王江阿谋变本番，是家天为师，屡建奇功，封为世袭君王。唐王建谋，左眼大碧路，右眼小碧湖，恩赐信礼，封为女儿干殿下，赐名杨二人。只因那年在五峰楼前，秦国故地献酒，我有国舅段文从，小姑坐席不正，礼貌不周，怒恼国王，将他抓将过来，我就文帅。那次口吐鲜血而亡，唐王大怒，推迟无门，就要问斩。多亏恩官陈进思苦苦保奏，死罪一免，活罪难容。将我贬为杀徒为民，是故一路而来。众家藩王一个个要与国王比试较量，师公手持九九八十一斤定堂报道，我叫我说刷了数不露，家藩王一个个马前归顺，受了儿为皇娘，众家太保每日在这沙土国中朝朝一念，夜夜笙歌，毫不洒落人也成的是功臣一点不到我知秦松手，不曾打来飞禽走兽，替父王打听一桩新闻来了。什么新闻？今有皇朝造反，将唐之家比西岐梅良去了。但到皇朝欺我唐氏无人，太保天令在传令下去，儿为皇娘挂帅，众家太保
一位天战先行，带领沙陀国450,000满汉兵将，前去新唐灭朝。得令，令哪去？下面听着。啊！父王有令，二位皇娘挂帅，众家太保，一位前转先行，带领沙陀国450,000满汉兵将，前去新唐灭朝。自便，国王也曾发下宏誓大愿，誓不与唐王吃力报效。如今哪有人马与他加为太保铁令？在，元令追回。得令，元令追回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臣叔父到了。哦，臣恩官到了，吩咐摆对相迎。得令，摆对相迎。遂在上受学生大礼参拜。
慢来慢来，你乃国王，救命恩人，你当受过一拜。这就不敢。太保，提过拜见你陈叔父。陈叔父在上，侄儿大礼参拜。执行常礼。贤弟驾到，未曾愿你当面实罪。岂敢，山高路远，学生少来问候，千岁进安。岂敢，唐王降安。我知安泰。满朝问我，举右手奔问候，千岁进安。有劳他们。宴起，看秀来待公义恩官霸占，这就不敢。太保代劳，就宴拜下。重相会，叙叙旧更有好啊！好过新娘子，旧更的有。
端殿，大威状元院，跨马三兵六宫院，宫我彩蝶笑连天，唐王天他龙王冲，斩了十官免状元院，斩了十官不要我进，免了状元起火端，将妹子则倒翻，将我别家别在那心气没两串，学生到我死无别干，你来是搬了兵。不想
首曲是唐王之魔功神那命来办那命神之家打过来呀，用手向我唐王之回头压制帝王啊问有人在提办命是定然洒脱不说那
今有皇朝造反，将唐珠嫁给西岐北凉去了。你父王可曾发动人马？非但不发人马，反将孩儿推迟去斩。何人保奏？臣恩官保奏。我儿到此何事呢？请二位皇娘发兵救无缘。好，我儿先行一步，为娘随后就到。多谢皇娘。这下啊就热闹了。我说姐姐，城门官来了，咱们到前头瞧瞧去。邪魅起，我娘你也见心中好似断流涧。
去说，就说二位皇娘要见。是。齐父王，二位丫鬟。皇什么？二位皇娘要我见。对他们去是。有长安的贵客在此，稍事退帐再见。哦，是是是。阿贤弟请。哦哦哦，好好，听听听。启禀皇娘，我父王言道，今有长安贵客在此，稍事退帐再见。怎么着，他不见吗？真是。我说姐姐，咱们先回客。给他留会儿脸，邪魅请。有皇什么？二位皇娘二次要见。方才言过，有长安的贵客在此，稍事退帐再见。他们言道，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他们呢，见定了。特意的啰嗦了。贤弟。进帐何事？城门关到此何事呢？
前来搬兵求救啊！大王可曾发动人马？国王也曾发下宏誓大愿，誓不与唐王吃里报效，如今哪有人马与他结为，不能发兵呢？我说大王，有道是臣不计军过，子不计父仇，别管怎么说，当初承恩官救过咱们的命，咱们冲着承恩官也该发兵啊！不能发兵啊！你既不发兵，就不该收人家礼物啊！啊，什么礼物啊？珠宝啊！珠宝，珠宝乃是承恩官送与国王的，与发兵什么相干呐？哦，珠宝是送给你的。嗯，那么。下配吗？这凤冠下配吗？也是送给你的。国王糊里糊涂的日了苦了啊！哟，我说姐姐，这老头子炸酱炸到咱们姐俩头上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也有我们姐俩的一份，干脆你给我发兵。你们辅导人家。不要在此打搅啊！哎，我说姐姐，他说咱们俩在这儿打搅，不成，我得问问他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做什么？你今儿敢给我说三声不发兵吗？啊，三声！满身是三身，九身三十身，三百身牛带何方啊？好，你给我说这一个不发兵。这说呀，一个不发兵呢？哟，这老头子他真敢说呀！姐姐，都是你惯的。过来，过来。你给我说这第二个不发兵。这两国嘛。你说呀。这两国嘛。说呀。两国不发兵呢？哎呦，这老头子可真敢要菜呀。阿贤弟，你我吃酒何曾要过菜呀？是啊，不曾要过啊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做什么？你给我说这第三个不发兵。这三个，这三个嘛，啊，千岁，少说一个吧，贤弟，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情，不用你管，不用你管。说呀，这三个嘛，这三个嘛，说呀，好运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今儿个当着大家的面，你可要说清楚了，你说呀。你说呀，你说吧，你这三个嘛，我到底不发兵呢？大老头子，哎呦！去，二位皇娘挂帅，带领沙陀国45万满汉兵将前去兴唐灭朝，命你父王为前战先行，明日教场听点，来早便罢。倘若来迟，叫他提头来见，传令可得。二位
40万满汉兵将前去新唐灭朝，命父王以为前瞻西行，明日教场天殿来早便罢。倘若来迟，剃头来呀见。商议商议啊，有何商议？阿太保，我们商议商议啊。咱们爷俩呀，没什么好商量的。你拿去。阿太保，太保，你拿来。是头